不要紧张，你能来听我的讲座就已经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你已经完成了助教的工作。好了，放轻松，不要觉得过意不去，你就和其他学生一样坐在教室里听课就好。真巧，你也在。金巴多普通心理学，不错的入门书籍。之前说过，你有时间学心理学的话，我很愿意提供帮助。你误会我了，我只是觉得你我之间的一切总是那么凑巧，所以才会有些惊讶。你想上心理学课，我有办法。我说过的，我不希望你是我的学生。我要调试一下教室里的设备，你可以先找个位置坐下。我知道，许多同学受到一些文学、影视作品的影响，认为心理学十分神秘，深不可测。但，它其实是一个很严谨的学科，通过研究人类的活动规律，逐渐揭示其行为本质。
那名穿着黄色连衣裙的同学，方便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是在叫我吗？我叫林云云。林云云同学，你认为消极人群会比积极人群更加频繁地怀念过去吗？